看一下到底是什么。打针啊！来来来来，大家看一下，开始实验了，预备！看到没有？那个假人就是你们。天哪，模型断掉了，嘉宾们能坚持到底，勇敢地将头撞向砖块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就是用你们的头去撞上面的悬挂物，如果谁害怕先躲开了，那个人就输了。游戏呢，要不你就输，要不就被白痴。真的是勇往直前。对，知道输的那个惩罚是什么？就是你们等一下呢，要在身上挂上一块。上面有时间，你要抱着它到我们的旅游区游人最多的地方，然后去当一个人体时钟，要追着别人给人家报时。您刚才选的对手是在这里。那好吧，两位可以跟彼此说一下即将要考的。这边宣言，那个报时报准点啊。接下来马上开始第一组，王月欣与郭冬临的挑战，嘉宾们。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，我们先让有两个自己最聪明的人做下示范。好，来，郭冬临和王月欣，预备，出发！关键的时刻到了，到底谁会坚持到最后呢？谁又会害怕的躲过砖头呢？让我们屏住呼吸吧。成功了，王月欣成功突破自我，面对这样危险的挑战，他依然选择勇敢到底。但同时，月欣出现了一点小状况。哇哦，真的是这么疼啊！现在所有人的表情，因为第一个上阵的王月欣，他表现的可能刚才有点头晕，现在所有人的表情都很凝重，然后每个人都吓坏了，怎么办？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什么？我建议你们别挑战。